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保健养生、吃喝玩乐频道。食物保鲜最常用的方法，当然就是放入冰箱。每个家庭必备一台冰箱，任何新鲜的食物，大家都可以放入冰箱保存。而且，特别是在炎热的天气，水果、饮料等等，用冰箱冰一冰，口感会更佳。 那么，冰箱是用来储存冷冻食物、保持新鲜的，当然这也是它的主要功能。而鸡蛋就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到的食物之一，相信很多家庭每次买回来的鸡蛋都会直接将它放入冰箱储存，慢慢地留着使用。 但是，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，鸡蛋会更容易的变质坏掉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刚买回来的鸡蛋千万不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储存哦。今天小编就要教大家一个妙招，让你保存鸡蛋更加长久，而且这个才是正确的保鲜方法，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鸡蛋哦。 首先，大家需要知道的是，买回来的鸡蛋千万不要随意就放到冰箱里。大家要记住了，其实鸡蛋有两个部位，一个是小头的地方，而另一个是大头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会偏小，而这里就偏大。那么我们在放置鸡蛋的时候，如何放置才是正确的呢？其实。 鸡蛋要将大头的朝上，而小头的朝下，这样放置鸡蛋才可以让鸡蛋不容易坏掉。为什么呢？如果鸡蛋的大头朝下，重量就会压迫气势，这样鸡蛋就容易坏掉。而把大头朝上，就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期限了。 那么，如果鸡蛋没有及时的吃掉，而将它储放时间过久，就会变得不新鲜，而细菌也会因此而侵入鸡蛋中，让鸡蛋变质，出现粘壳、散黄等现象。其实，将鸡蛋放进冰箱，肯定是最简单的方法了。 那么今天小编就要教大家如何保存鸡蛋不放冰箱的保鲜方法哦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一碟食用油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将鸡蛋拿出，用手沾一些食用油，将食用油均匀地涂抹在鸡蛋壳上。 食用油阻止鸡蛋壳内的二氧化碳以及水的蒸发，而且还能阻止细菌侵入，故能达到延长保鲜的作用哦。而且食用油还可以堵住鸡蛋壳上的细孔，阻止细菌和微生物的侵入。就这样，我们均匀的涂抹食用油后，再将它放回收纳盒储存即可。 方法非常简单，而且我们的收纳盒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可以稳定性更强，可以避免破损的情况发生，而且收纳盒还能隔绝细菌，这样就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时间了。另外，如果大家觉得在鸡蛋表面涂一层食用油非常麻烦，那么小编还要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。 那就是我们需要使用一片保鲜膜，然后将我们的鸡蛋用保鲜膜包裹起来。这个方法和食用油的原理是一样的，这样可以防止蛋壳内的水分蒸发，而且还可以有效的阻止外部细菌侵入蛋内哦。就这样，我们将它放入收纳盒中。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将鸡蛋保存更长的时间了。 那么最后，小编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：若大家还是习惯性的将鸡蛋保存在冰箱，而温度需要在二至五摄氏度，一般在这个温度可以存放一个月左右。那么如果在夏季的时候，鸡蛋保存期通常为十天左右，所以大家可以使用这些方法。 保存鸡蛋，让你的鸡蛋可以保存更长久哦。最后，小编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的鸡蛋千万不要与洋葱和生姜放在一起，因为这些食物都会加速鲜蛋的变质。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鸡蛋保存的方法。谢谢大家。